各位旅客您好，欢迎乘坐 Checkway 飞车。本飞车将带您到槟城和吉隆坡，预计时间是40分钟、50分钟、60分钟不定。为了保障你的权益，请按下订阅、留言、分享和打开小铃铛，请不要快转跳段或者是吐槽主持人。现在继续开车前往槟城。现在要去的巴沙很适合年轻人去，下午1点才营业的。这里是售卖吃的，要买鱼买菜是去它旁边那里。12月差不多每一摊都是排长龙。这个算是必吃的。本来是要上去，结果要等2小时半。来到了槟城极乐寺。进去这里是需要2块钱。
开始爬上这个塔，一共有七楼。来到这里是之前被火烧的寺院。新增加了四面佛一尊。晚餐来到北海道好味饭店。是看双子苏苏介绍过的。